九岭烤肉区啊，我们到清前线是素的了，烤素的了，不必盖屋顶，就用黑布盖上面，黑色网子罩在上面，就可以遮阳了呢。素食烤肉要区这最好，素食的烤肉区最好。素食烤肉区最好。哇，饼干呢？没嘞，蜡烛呢？饼干呢？cake 啊。刚刚那外籍新娘哦。谢谢。到金前线了，来这边素食的烤肉，烤素的香菇头了，烤素的素的肉，素的鱼，素的虾，素食品，烤素食品啊，素烤哦，烤香菇头，哈哈。有物件呢，这边素烤活动，吃物件呢，吃物件哦，当吃物件，还有冬瓜、柠檬，还有红茶，还可以借那个车来骑过来，从那个坐船的码头那边过来，大概800公尺，嘿嘿嘿嘿。好棒。